弟兄姐妹平安，我信的话成为我们更更生活的力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前十章一到十三节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劝勉，鼓励信徒应该自然的质疑。安慰十章十四到十八节是信徒要分别为神的生命。说开始保罗就讲，我们是跟神的同工的，只要你讲我们有主角跟能力可以跟神的同工。今天我们若是可以跟神的同工，就表示我们实在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有神的所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因此使徒保罗劝神的经验应该为神的生活，许许多多表明这是属神的人，在生活里就把握机会跟神的同工，向人多浴火得救跟生命蒙恩的见证，免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另外当人家讲属奉神的，你若讲到教会系列做执事、受奉向、做招待众人，实在是讲无论是神的仆人，无论是着教会工作、家庭、时间管理各方面，人家都要上到神的心意，根根都要敬拜神的。同样，神的仆人也要忍受真实的苦难，无管是一般的苦难，可怕、真贵、孤立半天，或者是别人客困难，包括卡索、误会、孤立公司加拒绝，要困扰跟灭来谈心，我们都要忍耐，做真人的榜样。使徒保罗劝哥林多教会信徒，也就是今天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对待教会牧师跟长老都要有尊敬的态度，因为牧师跟长老都是人家属灵生命的父母亲。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神的面头前遵行按圣经真理讲话，要来拿他人的喜欢，因为我们的身体跟生命独立是得上来。对这因为呢，我们也要学习有母子的心，基因是受了上来的恩典，也无上来的敬颂跟托付，我们就必须要有敬畏上来的心，准确的同讲上来的话，虚空上来有你比人家所喜欢的，实在是得听上来所愤怒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欢迎求恩，邀请你做阿里圣灵祝福你。我们做阿里祈祷。亲爱天父，求你本人为更更更女同工做女仆人，愿台感恩一心你祝福你，做世界重要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